不对？所以就说，像我们有女生跟移动换电池一生总裁都成功了，我刚才要给你办的那种。是一个卖点，对吧？我觉得是可以，只要你东西有卖点，真的不怕卖啊。啊，这个卖点就是跟三星 P 先比着卖的。三星 P 先的功能我全部有，芯片一模一样，里面东西一模一样。一个卖3000多，速度是我一个卖1000多，对不对？速度还是蛮快的。如果你的速度我其他那些部件如果有更新跟上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。这个我们都是跟那个，就是说。跟三星那一款跑分的话，我们都是特别差的，对吧？没事干。